我有一辆脚踏车，真的想听啊！以前我们坐汽车是坐脚踏车、骑脚踏车的。茶贵贵州，茶贵雕啊，咖喱拉萨，我是哪里人啊？马来西亚，不是霹雳州，我霹雳州出生。就在巴都巴汗，在欧洲。 啊，有啊，我很小就戴眼镜了，大概是小学戴眼镜了，是，四眼了，有戴眼镜，一千两百度，二十几岁，一个眼睛1200多，对啊，可以说他有在那，Dixon、Dixon、Michael Ong，一个在澳洲，两个在巴都巴汗，还会常联络吗？事实上还有联络。 啊，那个叫做杨本兰哦，还有一个男人唱报的，也是中龄的，在蔡清贵。无聊，一定有人跑来跑去，没有事情做，是做一些浪费时间的，一定是做学生时代时常发生的嘛。没有跟他们一起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，当然有了，可以告诉你的。<笑><笑> 那个时候没有邓丽君啊，很久很久了，忘记了，当然有听歌啦，有一天，但是不会唱歌，会听歌，有喜欢一些的歌曲，华语歌比较多一点。感觉得好漂亮，服装。在那首是不是长得很帅？我不敢说帅啦，如果我说我不帅，我自己不是很捞亏嘛，是吧？<笑> 四十岁过后，你说有一个好像没有，你说没有要生育，<笑>那么模糊的。四十岁看了一些女生，但是她还没有谈恋爱。所以第一次谈恋爱是几岁？四十岁过后呢？是忘记了吗？还是？不是忘记，这是选择性的，不要想记起啊。<笑><笑>这个国家是我们的，大家要珍惜。 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子民，要都要付出大家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公平合理、一个繁荣的马来西亚。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好，愉快的过着这个马来西亚61年的独立。希望你们大家都去多多看看这个 Merdeka， 你就比较了解这个国家的进展啊。 九八八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志祥。九八八的听众，希望你们大家都好。啊，我是金永生。欢迎叫你爸爸、老公还是爹地？哦，没有爹地，没有爸爸，这种的，那可是很传统的、很保守的，父子关系。 爸爸了，所以他在家里叫你爸爸。啊，我叫他爸爸，我叫我爸爸。<笑><笑><笑>